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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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鹿，小鹿快要肿出来啊！对啊，一个女生难道飙三支箭？不会，不可能吧？对啊，她飙，她放冷箭，对对，也没有放冷箭，她人这么可爱。对，女生是最棒的。没有放冷箭的，有点。六十级，我怎么变老神仙老学姐嘛，一定要这样才能够。没有，我们不是故意的。上台前制造说你一定要加老学姐，教我姐姐，教我姐姐。我再怎么说啊，因为还是要积点口德，那个老字我就没讲。不要，学姐，好吧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来，一起来欢迎嫩学妹。那么一般来讲，他们在球场上一定要呼口号，是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学姐先来呼个口号，来，一边。学姐，学姐，再学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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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我姐姐。好，是学姐，学姐在这里。我讲哈，看到他们叫错了，看到你我就叫对了。比较熟嘛，女生比较熟嘛。那个慈妹看起来就跟学妹有什么两样？对啊，娃娃脸呢？好嘞，应该蛮久了。哦，也蛮久了。对啊，来，以轩，你来带队一下，预备，出。老妹虽老，事过人都说好。这个厉害，有历练，这个厉害，好猛啊！来，事过都说好。学妹这边来，预备，出。五六七八，学姐学姐你最棒，我们永远当你的小学妹。哇，姜是老的老啊！刚才我要学文，哎呦，哎，曲艺嘛，曲艺嘛，曲艺曲艺，哎，曲艺曲艺，哦哦哦，哇，好健康啊！哎呦，林小璐来了，哦呦呦呦呦。Got me feeling so boring.
You never slap, you know that I never give a fuck. 来，我们互相控诉一下。我先说，我先说。迟到啊！但对那一次真的是有点像是等红绿灯，等一两个红绿灯迟到那种几分钟的那种。但是因为那一阵子大家太频繁的迟到了 ，OK， 其他人太频繁迟到，所以那一天以轩就气到就是讲了很严重的话。对，然后他说就是多严重，多严重。其实没有，其实以轩有压力，因为经纪人先跟我们说，如果再迟到的话要。扣工作一个月，一个月又不能工作，那我们不能生活啊。那以轩知道这件事情，那等于是休假，人家是没工作了，失业了。我们心态还是正确。难道一个女生难道飙三字经？不会，可能吧？对呀，他飙，他在放冷箭，对，也没有放冷箭，他人这么可爱。有时候放冷箭更恐怖哎，因为那时候那个经纪人已经这样讲了，所以他就是先抢在经纪人讲之前先骂我，哦，先骂你，对对，就先骂我，然后顺便给大家听，就说不要再迟到了，对对对，再迟到就真的没工作了。哦，这个为我们好，为我们好，为我们好。Hello， 这种感觉好像在讲我的事。路西派出了错，我就拼命骂，咬到连所有记者都不忍心发问，买了麦克风，宪哥啊，我才19岁，不要这样了，真的是像宪哥这样，我一开骂。大骂到觉得哇，以轩又在发脾气，又在凶，然后经纪人反而就在旁边就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不要，算了，罚钱，算，可以买点啊，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听啊！